弟弟，弟弟，现在大家一起吃，你不能够一直抢，好不好？弟弟，你不要抢。弟弟不要抢，你跟姐姐用说的，你先跟姐姐说对不起。你刚刚把姐姐头发，这是不对的。你为什么要抢姐姐的饼干？拿过来。那是我的，啊，我捡到的。弟弟，给姐姐，刚刚姐姐拿来吃，你不要抢姐姐的食物。那你分给姐姐一下。不要。你为什么不分给姐姐？我只有两个姐姐这么多的。弟弟，饼干还给姐姐。姐姐先吃的呢。好，姐姐跟你谢谢啊，你记得要跟姐姐说对不起，你刚刚拔姐姐头发，好不好？对不起。大声说。对不起。没关系。来抱一个。好了，以后不能够再吵架了，好不好？好。自己说的哦，不能吵架，好不好？好。